好丝滑，切的非常丝滑。好，回头，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割开啊？哎，不行。防火隔离门故障中，通行请当心。嗨，图书匠。哎呀，这个，哎，不对，我刚刚能运动饮料吗？这个，哦，绿芽长出来了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话，应该就会开花了。那为什么到不一样的地方？邱同学，遇到什么麻烦吗？请你帮我救救叶真，他是我的同学。哦，原来放在这里哦。帮他做了一些包扎，这样应该不要紧了。图书奖，能不能让叶真在你这里休息一阵子呢？感觉恶灵好像不会靠近这里的样子。哎，这可不行哦，让这种来路不明的人……叶真是我的同学。他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人，求求你了，还不行吗？既然是这样份上的话，原来你怕男人啊？他没有问题吗？好，金属球棒，给叶真来上一下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改过自新哦？开玩笑的啦，什么东西啊，你就打下去啊！哎，给你这个的，是运动饮料，要送给我的吗？多谢了，你这种家伙还挺不错的，仔细看看也蛮可爱的，要不让你当我女朋友如何呢？瞧他，哦，这饮料里面怎么有怪东西？球，是你这家伙搞的鬼吗？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才不是我！你这样说也太没有良心了。话说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像是一把钥匙。可恶，恶心死了！我要睡觉了，别碍我和事。哦，获得好多东西啊！把你开了吧。好，黑豆。哦，推动指针是这样的意思啊。得到了紫百合。哇，这些东西要干嘛？啊，它不见了。获得坏掉的手机，坏掉手机要干嘛？遗物吗？哎，遗物哎，坏掉的手机，可是遗物不能点。虽然旧版也没有反光啊，这边。飞人小林，什么意思？不要跑啦！这为什么倒到这里？哦，我要抓他是不是？好，看来就是要把他逼到角落。哦，找到飞人小林，获得形象是苍田。好，这边看起来没有，以后这边也不用来了吧？好，那我们就去那个右边这边。你的一脸好像被抓奸了一样的表情。彩佳，苍田老师也在，你们两个在干嘛？救我！彩佳，冷静点，现在已经没有怪物了。老师，彩佳是怎么了？是被怪物袭击的恐惧，让他产生了应激反应。彩佳，你被袭击了，
所以我才跟你说要逃到安全的地方啊。等等，现在就让他静一静吧。可是，没事的，这里有我在呢。我明白了，那老师彩家就拜托你了。我继续在附近调查一下。你先等一下。教师办公室里，我的桌子上应该放着精神安定剂，能不能帮我拿过来呢？给他喝下这个，他应该冷静一点。我知道了。你要小心啊，千万不要死了，因为你也是我重要的学生。嗯，还是觉得你是坏人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老师多谢了。等一下，彩佳。彩佳不理我耶。还是老师对他做了什么？不是，在这里睡觉会出事吧？怪怪的哦。该不会我下次回来的时候已经扑在他身上了？应该不会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我只续个几分钟而已哦，不要。轻轨，轻轨的感觉。那个死法我死过了、啊，完全没有看到什么精神安定剂，我被支开了，哇，完了，彩佳已经去了，彩佳，啊，死两个，老师也死了，什么东西？老师，彩佳。彩佳，快醒醒！彩佳，哎，老师还活着。对不起，我没能保护好他。怪物突然出现，我实在是无能为力。可恶啊！我没能保护好我重要的学生。老师，你也不要太自责了，这全是恶灵的错。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恶灵。话说，你也受伤了。我得帮你包扎才行。我没事，你不用管我，去做你该做的事吧。这个给你。啊？这什么？是我巡逻时发现的，劝你还是别打开看的。他失踪的前一天，其实有过来找我，大概是什么事，想和我商量。但是我太忙了，没有仔细听他说。我其实知道，他一直都很痛苦。那时候，如果我也好好的听他说话，也许他就不会消失了。我没有拯救他的资格，还是由你来拯救他吧。获得了迷之包裹，彩佳，彩佳死了。吓死了！是，你们怎么都死了呢？来睡一觉压压惊好了。啊，睡得真舒服。老师，你还在吗？嗯，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吧。去体育馆。这个学校的构造有点奇怪，我觉得我会漏东西。感觉很细致啦，他的动作的，工藤，秋，你受伤了吗？你还好吗？我遭遇了怪物的袭击，好不容易逃了出来，脚受伤了，走不了路了。他上面东西晃啊晃的，真的是随时都会掉下来的样子呢，好痛苦，救救我！刚才的声音是草，原来工藤也听得到。草正在受苦着，可恶！如果能早点帮助他，也不至于弄成这种地步。工藤，我和草自幼儿园开始就一直在一起，过去我们两个经常一起玩的，但升到中学之后，再和女孩子一起玩。会被身边的人嘲笑，我害怕被这样，
所以我就开始有意的避开草。即使知道他被霸凌，我也没有去帮助他。我这次也是。对不起，草，我没有帮你。对不起，我现在也到你那里去吧。我会一直在你的身边，所以不要再那么悲伤了，好吗？草，工藤。救他我也会死。工藤，哦，得到成就，伸出援手。工藤，振作一点。太好太好了，完全抓得到作者的想法，我很开心。好，那就不要救他，下去，求什么的下去。还是我们叫他米沙欧，好，我们叫米沙欧好了。他好像已经知道上面在晃了耶，观察情况，就会死啊。米沙欧，你来接我了是吗？今后。我以为陪在你身边的，我爱你，草。在这个时候，感人的，少误会了，我对你这家伙根本没有什么喜欢，死吧，米沙欧！啊，米沙欧！为什么有多一个例会？等一下，为什么？真太残忍了，他应该演的吧？啊，他有灵魂，他，哎，所以是演的咯。操，由我来保护，是吗？假的吧？真是太残忍了。演的吧，嘿 ，YOLO， 得到工藤的形象，是不是哪里？那那个才，作者出来了。刚我走出来的时候我还很紧张。耶，达成成就，找到 bug 的成就。哦，对，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刚刚那是什么？到时候就会知道是不是演的了。我觉得应该是演的。米莎哦。我那最后那个喊叫感觉蛮真的啦，如果他真的是演的，我真的无话可说。好可怜哦，你在吃厕所便当。你在男厕所吃厕所便当。这个灵魂，他可不可以害我去死吧？先回档好了。你要帮我拿东西吗？操，找到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工藤最后的。好啊，工藤，你最后死掉还给我个断掉的橡皮筋干嘛？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害操那么痛苦。啊，故事。
你一个大男人做起事怎么这么小家子气呢？偷偷在社交媒体上说别人坏话，你这叫做阴险小人，懂吗？那不是我啊，除了你还会写那么恶心的文章吗？你要不要看看你自己写的什么，真恶心到家了，字里行间都是处男的气息。你差不多就算了吧。啊，你也要来对我指指点点的吗？行吧，反正搭理这些家伙也是浪费时间。操，我们去食堂，今天你请。哦，好哦。哎，但我没那么多钱。你没有拒绝的权利。怎么这样？好，好，是有点可怕啦，只是这样子而已，就是要把你杀掉。我觉得超也是蛮可怕的。米莎哦，我现在就到你那里去。啊，这样子就算哦？还是说那恶心的文章他写的？哎，可是。嗯，啊，那下一个就是吉野啊，再就是老师，应该就是四个吧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叶真应该也是坏人之一啊，所以老师应该不会在上面。叶真跟吉野吧？啊，算吗？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吧。看错。我觉得游戏蛮多东西可以做的，强化系统，解除系统，一定会死，一定会死。以强化保全系统，然后我自己解不开。嗯，发现入侵者，立刻进行排除。啊！我被夹娃娃夹走了。哎，那什么东西？鞋子。搞不好工藤不讲这些543的什么的，搞不好他也不会死。对，不讲我觉得不会死，是讲这个觉得你很伪善，就把他杀掉。哎，我刚刚虽然解除没错，被解除了，在强化吗？哎，解除了以后要干嘛？哎。所以谁才是受害者？米莎哦？什么？我解除了以后，怎么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？双标只在意男人，不是这个意思吧？他在意男人吗？好，然后，哎，我解除了以后。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安保系统其实要做什么、欸、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手边还有什么事情要做。像这个谜题我还没有处理过。哦，紫百合，或者白百合。可是为什么用这百合它会生气啊？哎呀呀！哦，好色的感觉，色色的。好，收集完了，那再重新读档，这应该会在吧？欸，在欸，工藤的危机，工藤的危机，这是我的危机吧？工藤的危机，而且有肉 ，OK。现在干嘛？哦，白百合，哎，到二楼吧。哎不，哎，哦，对对对，我刚刚是不是看到什么东西？看看，哦，曼多拉草，
迷之生物在沉睡着，迷之生物在沉睡着，迷之生物在沉睡着啊！哎呀！哎呦！就被电话声音吓一跳，狠狠撞在墙上，就这样咽了气。什么东西？这什么？这被吓死？等一下，这什么死的？什么意思？秋，你什么时候变那么脆弱了？秋，秋也太脆弱了吧！秋，不要喝危险事。体内如灼烧般滚烫，被烧死了！哇，自燃欸，好猛！哎，等下这边有太多东西可以玩的吧？等一下，这边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了吧？似乎用于控制培养槽的设备没有通电，所以没有反应。应该等一下要控制培养槽，它就可以那个下去了。有股怪臭，这是我欸。可不是吧，硫酸可以把你自己烧成这样吗？应该是不会的。哦，吉野他在那边奇怪的抖动着。哎，不管了，这边有个脚印。熊，一个大号的熊熊工作服，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东西。金属球棒，派不上场。小百合，这小百合要怎么用啊？超难用的。这是什么？哎呀，一个培养槽能装下一个人。哦，那么高科技，那感觉我们要把吉野放进去咯。秋，太好了，快救我！不要！你家伙，开什么玩笑？日后你给我走着瞧！得到了冷酷，对吉野见死不救。啊，救你啦！太好了，快救我！不要！要装桶神。什么意思？桶神，这个要怎么做啊？还是救吗？这怎么救吗？把它救救看吧。救你倒是也行，但吉野，你总是欺负别人。啊？这又怎么样？多大点事而已。如果你肯发誓今天以后不会再欺负弱小的人，那我可以救你。我知道了，我答应你不行吗？我不会再做那种事了，赶快救我吧！不快点的话，那家伙就要回来了。那家伙，他来了！不要，会被当成实验品的。怎么办？被看到的话，连我都被抓起来的，必须找个地方藏起来。